3年前，我就是一个炮弹一打上来。我结婚还不到一年，还差18天就是1周年纪念，还差18天。小孩子们都在谈这个事情，大家都将来可以当空军，当飞行员。这个副队长就开着车来，就说：“哎，陈兄，你现在回去到台北报道，给我们5块钱，他说你们去买套西装。”到了那里，哦，原来才知道是要飞 U2。他们当时就是玩命。我本来预计他们28岁我就不干了，就完蛋了。大家心里的了解嘛，能不能回来，那我得弄。这霍兰蒂比玩那个俄罗斯轮盘还要危险呢。战争实在是很残酷。你生在这个时代，你刚好参加这个任务，你不幸打下去了，是你怨谁呢？